So it's me again. Yeah. Hong Kong Yoruban, how do I say you? So I will conduct this speech in Chinese. I hope you enjoy. 大家好，我是来自创思教育平台的CMO Daniel 张长安。那今天非常荣幸呢，来到美丽的韩国首尔，和这么多的韩国朋友们一起分享我们平台有关这个行业发展的一点见解。 那创思教育平台呢，是由一群有着非常丰富的行业经验的小伙伴所组成，包括云币网的前任 CTO 刘海峰先生，带领云币网的一些运营团队的成员，以及来自中银香港、普华永道、戴德梁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的朋友，大家聚在一起创立了这样一个创思教育平台。那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呢，是在3.0区块链3.0时代里，交易平台的一个新的定位。 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这个图反映的是2017年整个以太坊经济的一个爆发。这个图上的比例，从年初到大概5月份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比特币占整个加密货币总市值的百分比是持续走低的，甚至在5月到6月份期间，一度和以太坊的市值相接近。这说明以太坊和以太坊为代表的 ERC20 经济在2017年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爆发。 那与之相对应的呢，也是交易量和上币费用的节节攀升。那有鉴于这种情况呢，一方面人们是惊叹于这些交易所非常强劲的一个盈利的能力，那自己也纷纷打起了去创立这样一个交易所的心思。可是另一方面呢，大家也渐渐对这些代币的上线项目的质量产生了很深刻的一个怀疑，甚至觉得他们是比这些空气币的发行方更加糟糕的一个幕后黑手。所以说，在2017年。 整个区块链行业或者说这个交易所这个行业是充满了争议性的。那这张图上大家可以看到，整个2017年所有发行的 ICO 项目已经有超过46%被市场所淘汰掉了，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归零 to zero。但我们认为呢，这种趋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并且会更加的残酷。这是因为市场上优秀的项目是非常有限的，那很多项目根本就没有一个商业化和落地的能力。 但另一方面呢， 像 EOS 这样优秀的底层公链技术逐渐走到大家的面前，那大家也会重新去思考这些代币的价值是不是合理的。那相应的，这些交易平台也要对应的去调整自己在整个区块链行业中的一个定位。那可以说，2017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整个以太坊的经济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涌入区块链的世界之中，包括天量的一个资金。 这笔资金呢，既有来自于传统的这种机构型的投资者，大型的 big player， 那当然也有一些来自这个广大的中小型的投资者。那这些资金涌进来之后，这个让这个市场非常蓬勃的发展，那也是去年史无前例的一个大牛市。面对这样的以太坊经济，交易平台无非有两个选项：第一，老老实实的做一个比特币的交易所，那放弃掉这个以太坊的大蛋糕。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张开怀抱去拥抱以太坊经济的爆发，那它势必会上线很多低质量的代币。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可以说这个事情已经被很多人所认识到了，并且在未来会更加清晰地摆在大家的面前。那就是说，只要这个项目是继续基于以太坊去开发的，哪怕你的团队实力再强劲，哪怕你的团队资金再充足，有鉴于这个技术的限制，是很难最终走到一个商业落地的这样一个机会的。 那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创思平台有关这个交易平台新定位的一些想法。那我们认为交易平台的另一个核心的价值呢，就是要消除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当然，这种信息不对称呢，首先是存在于这个代币买卖双方的，因为最早的这个交易平台，它首先是把这个买方和卖方撮合到一起。 去进行这样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消除，那么在新的形势下呢，仅仅做到这些是不够的。那我们也判断，新的形势下要求交易平台把这个优秀的项目和买方也撮合到一起。那我们会说，最终市场上对一个优秀的这个交易平台的评价应该是这样的：一方面呢，它可以让普通的人去分享到整个这个数字货币行业发展的一个红利。 那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为这些代币方去提供一个他们所急需的流动性。对。那刚刚呢也提到了这个2017年啊，整个这个代币上币的逻辑呢，其实是符合一个商业上的考量的。但是这种大规模上线低质量项目的趋势是不可以持续的。
因为2017年，因为这个 ICO 的零星项目是很少的，而大家刚刚知道这个消息，很多的资金和精力涌进来，那个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呢？很多人守在电脑前，疯狂地去刷新这个界面，去为了抢到一点 ICO 的份额，那很像这个演唱会购买的盛况一样。但其实呢，当这个行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种情况是已经不会持续的了。因此接下来呢，我们也判断空投会逐渐取代这个ICO 成为项目分发的一种主流的方式。那大家也可以从这个图上看到，我们创思平台顺应这种趋势，成为了全球首家支持所有 US 主网代币空投的交易平台。可以说在空投这一块，我们是全球做到的最好的一批交易所之一，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宣布去支持的空投项目。那接下来一点呢，想讲一讲这个中心化交易所和去中心化交易所将会是长期共存的一个状态。其实刚才这个四十分钟的一个圆桌讨论，大家也听到了很多这个行业大咖们犀利的一些观点，那我们也不赘述了，更多的想说两点。中心化去中心化交易所呢，当然有它独特之处，比如说这个很透明啊，上币也比较容易啊，很多东西都容易去看到。但是中心化交易所有两点不容替代的优势。第一点呢，就是说上线这个代币的种类本身，它其实是你交易所的非常核心的一个特质。那这些代币本身就反映了你交易所的经营理念和一个经营模式，它会是交易所非常差异化的一点。那正如我们创思交易平台，我们推出了这个精选一些优质的项目，叫做 Choice of Chance， 创思严选的模块，那帮助这个用户从海量的 token 中选出一些优质的项目。那我们觉得这种事情可能就是中心化交易所不能去做到的。那第二点呢，就是中心化交易所是由活生生的人来运营的。既然是人来运营的，那么优秀的 operator 就可以通过这个运营的手段和广大的用户建立起一种比较强的这种情感的纽带以及一个信任的关系。那这种信任的关系呢，反过来又会反哺到交易平台本身，形成一种非常良性的互动，这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积极作用的。那最后一点呢，想讲一讲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朝着一个精品化的方向去发展的。当然精品化有很多方面，包括这个团队啊、技术啊、运营啊、设计啊等等。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不说太多，只说简单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上线项目这个代币的一个质量，其实这是非常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观察到，像很多交易所它会大量的上线几十甚至上百种的这种代币，那当出现价格大幅波动或者说暴跌的时候，他拍拍屁股走人了，说这个都是市场的原因，我们不负责。那我们创思觉得呢，作为交易平台的运营方，其实你是有责任去把这些空气项目赶到交易所之外的，让他和你的投资人去分开，因为这是你的责任的一部分，你要保证你的投资者在这里交易的是真正有价值的货币，这也是我们创思严选这个模块特别想为大家做到的一个事情。对，那最后呢，这是一些图片，是我们创思团队近期的一些市场活动。那我们是一个比较新的平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在这个五月份正式推出公测，开启 beta test。 那在六月份呢是正式上线，在七月份也就是一到两周的时间内，我们会上线我们的首批严选的项目以及一些空投精选的糖果，供大家来这个交易使用。那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创思去体验我们的服务，去感受一下全世界第一家专注于 EOS 生态的可以支持所有 EOS 主网糖果分发的这样一个交易所。那最后呢，是一个小小的广告。So welcome everybody to scan our QR code to join our Korean Kakao group to share more information with us and also share our beneficial, in terms of the chance development. Thank you so much.